啥呀？明天把头发，明天把头发放下来，好像不太有好多人喜欢我扎头发的样子。但是我先扎头，这不立着吗？我更喜欢你不穿衣服，你气死吧你！你有几个看看？我十个宝宝可以加晴晴微信，欢迎如履薄冰。你们不要说刷礼物用多少钱去衡量，你们应该想，加完我微信之后，我还会跟你们聊天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不能在乎眼前刷多少钱去衡量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加我微信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跳舞看。试试那个啪啪啪，真的是虾扭，对，就是虾扭。
哥哥，笑笑哥哥，那个是啥哥哥？就是那个表情哥哥。